王彤现在非常的虚脱，所以说我们曾经发了一个声明，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点空间。我个人仅代表爱城、王彤，感谢所有这一次关心爱城的粉丝、朋友，还有所有的长官、长辈，非常感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媒体先进们、女士、先生们，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来采访新闻，我们也非常感谢。目前我们已经紧急通知爱城的父母从马来西亚赶来台湾，相关的手续我们都跟政府在洽办当中，相信很快就会抵达台湾参与我们的治丧的事宜。另外，我们民视的王董事长、廖总经理和许执行副总经文二号之后马上就通知我们凤凰艺能全力来为爱城办理相关的治丧手续，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爱城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说他会跟着教会一起来举办他的宗教仪式，那有关这个追思的礼拜的部分时间确认了，我就会通知各位，谢谢各位，感谢。王彤现在非常的虚脱，我们曾经发了一个声明，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点空间。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的悲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给予空间。